干什么？哎，老谢，喂，哎，说，听到那个电梯不用搞了。为什么？他说过几天要检修，叫那个电梯的人一起拉线哦。过几天一起拉是吧？不是，他让电梯的人帮他拉。好，那我们拉了的线怎么办？拉了的只能跟他算线钱了。哦，那你把那点还在电梯里面，他给线哦。那些线都要给他，他说就用我们的线。好的，线卖给他，然后就那个是吧？就让他拉了。那自己拉是吧？对啊，他让电梯那刚好要检修，让他电梯人自己让电梯人拉我。哦，那也可以，那也可以吧。好吧，你有的忙吧。嗯。不在练城是吧？啊？你不在练城是吧？不在，我刚出来的时候他跟我说。哦，好，好，好。